谁是大歌神？竖起耳朵听，欢迎收看全国首档大型经典音乐推理节目《谁是大歌神》。格桑泉、幸福水，《谁是大歌神》由西藏好水5100格桑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深透补水澎湃保湿自然堂冰肌水特约播出。节目歌曲由 QQ 音乐投听我想听的歌。今天在现场，我看到的是开心。 还有幸福，甚至有一点让人嫉妒呢。因为我们的明星猜评团居然来了一户家庭，让我们欢迎黄国伦老师和他身边的娇妻寇乃馨老师。哇，黄国伦老师，你今天是不是太开心了？我跟你讲，如果今天老婆，如果我猜输你，我是专业音乐人，怎样？我就跟你分开，我就跟你分开。哦，分开。 哇！我就跟你分开，我敢赌，真的，不要拿婚姻开玩笑。我跟你讲，我分开做。哦，我在想这节目越玩越大了，天哪，分开了，无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到底邀请了哪一位原唱歌神呢？他是一匹充满野性魅力的狼，让我们欢迎音乐浪子齐秦。 齐秦，桀骜不驯，潇洒不羁，他是几代人心中的音乐浪子，叱咤华语乐坛35年。1991年，一场北京狂飙演唱会，成为时代回忆巅峰。1987年，亲自作词作曲的《大约在冬季》，一举拿下第11届10大中文金曲，成为千万人心目中永远的时代偶像。1998年，西藏光芒演唱会。 第一次在雪域高原上点燃来自流行音乐的狂烈热情。2001年获得首届音乐风云榜跨越世纪杰出音乐奖，并在2010年度中国歌曲排行榜获得华语歌坛杰出成就大奖。划时代的偶像，屹立不倒的经典，一匹来自北方的狼，齐秦。好帅！小哥好帅！小哥好帅！ 帅，偶像，永远的偶像，是我的偶像，不要抢着我喊好吗？当我们齐秦小哥走上舞台的时候，全场10秒钟的欢呼声，小哥感觉如何？感动，很棒，对不对？对。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也看过我们节目，上我们节目自己个人有没有一点点压力？小小的压力。 哦啊，小哥也有压力上我们的节目。腾欢，你还有一个重点，你没有讲到给小哥听。哎，就是如果玩大了的话，会被淘汰的。对。哎，小哥，因为真的有人玩大了。小哥，我告诉你，听说是宇哥吗？张宇吧。张宇他玩到最后一名，真的差一点淘汰。被淘汰吗？倒数第二名，差一点。那我再报告一个情资，林志炫那一期啊，有一个魔唱歌手活生生是他2倍多的票数。哇，有，差一点秒杀他。是吗？是。 好吧，那你们要手下留情是吧？我们要努力猜对，努力猜中你。OK， 当然今天为了让小哥更加容易被大家猜中，我们请来了最爱小哥声音的人，他是谁呢？他就是小哥的太太孙俪啊！让我们有请雅雅。哇！哎呦，甜蜜哦，甜蜜哦！哇！好美哦！ 这个雅雅也是我们综艺首秀。我要讲一个比较严重的话，雅雅你不要生气。今天我们是来猜谁是小哥，但是你是来猜谁是老公。压力好大。问题可怕就在老公都猜错怎么办？哇，你好坏。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一定尽力猜对。如果猜不对的话，我希望今天晚上我还是可以睡在你身边，而不是睡在床下。 或者是我们家的门锁也换了。刚刚请出的是最爱你声音的您的太太，接下来请出这位不得了了，她就是齐秦的姐姐齐豫。哇！怎么得了？ 哇，我觉得大家太有耳福了，太有耳福了。这种画面是平时节目当中看得到的吗？看不到，看不到，绝对看不到。今天在《谁是大歌神》的舞台，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再一睹姐弟俩共同合唱的风采，好不好？七姐，七姐，七姐，我去当观众了啊！ 我觉得就是跟姐姐唱歌真的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啊！《橄榄树》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歌曲，我想姐姐带来一首《橄榄树》，好吧？然后我把这个狼跟橄榄树把它，我们要听橄榄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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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榄狼。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走在无垠的旷野中，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淅沥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 神奇吧，好听，神奇，对对对，我们为这首歌、这场演唱会应该全场起立，掌声致意，好不好？经典再现。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齐豫。小哥，今天我先讲一下齐豫老师跟小哥出场，我太感动，天使与狼合体。 哇哇！太难得，没有天使就没有。而且我必须说，齐北北太有文采，齐豫豫是河南，齐秦是陕西，而秦是霸王之气、帝王之相，所以齐秦唱歌摇滚很霸气，而豫是安歇，是舒服的意思，所以齐豫姐姐唱歌空灵。哎呀，这个文采真是，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而且，请大家记得，刚刚呢，国伦老师音乐教室讲的每一句话，如果他讲了这么多，待会儿猜输我的话呢，那就还是一样逊，因为他说他跟你一起做音乐，真的，他帮你写歌，帮你制作，如果他猜不到你，那太没面子，太丢人了哈。他猜对是应该，我要是猜对，那我就天才。好了。 小哥，现在马上进入到我们正式的竞演环节啊！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轮的竞演曲目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 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 这一首是外面的世界，是啊哈，它是齐秦本人作词作曲，收录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冬雨》当中。这首歌很好听，包括现在很多90后、很多年轻人也爱去 KTV 点这首歌。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故事？像小的时候比较调皮，然后打架啦什么的，经常进派出所，然后就进了这个感化院，待了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3年的时间，围墙很高哦，那个围墙是真的很高，然后是倒着的那种铁丝网，然后就是在里面，很辛苦，然后很想念外面啊，很想家。这一回一进去就没有再出来，就是3年多以后才出来。姐姐当时也在场，对不对？对啊，那个时候我念大学，带着她。那个时候呢，我不觉得齐秦是很坏的啊，他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坏事。可是有的时候人生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对每一件人来说也会有一些劫难吧，可能这么说。 因为那时候也是只有我刚刚进去的时候，也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台湾，所以我就尽量的去看他，让他感受到一个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一个被人关怀，然后感受到让他不会再有这样子比较偏颇的，或者说不为正常的社会所接受的一些年轻的那种比较狂放的行为啊，可能就是这样吧，嗯。 我也听说，好像雅雅比较了解，就是小哥从感化院出来以后，好像爸爸对他有一些要求，对不对？哦，对，就是我记得他在一个访谈的时候，我第一次看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把我吓一跳。我觉得我认识他10几年，我只看他哭过3次，然后那次我就说，哎，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感动？然后他们就开始聊到，当时他出来的时候，父亲把他关在家里面1年。 不让他出门，然后关在家里面，让他一直练字、看书，啊，直到他那个时候不太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说你把我关在家里面干嘛？我是一个年轻人，我现在对吧刚出来，我刚获得自由，你又把我关起来，然后他一直责备父亲，直到他父亲离开以后，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他才会觉得说很感谢父亲给了他这一段。 还有他自己做了父亲以后，他才会觉得说，感谢爸爸，这样，嗯，所以他爸爸离开以后，爸爸有留房子给，就是给几个子女，他没有要，他只是把爸爸留下的所有的书搬回他台北的家里面，然后放在家里面整面墙都是，他没有要房子，只要了一堆书，那是爸爸以前让他读的。 那当时其实从感化院出来以后，父亲把你在家关了1年，你是从什么时候突然发现，哎，父亲这个举动可能真的是为你好？当时还不明白，都还不明白，当时也还不明白，然后一直到父亲老去，就是那时候得癌症，然后掉头发。 那我想代表所有的年轻朋友，就是趁爸爸还在的时候，一定要，要及时。很多的事情真的是晃眼就来不及了啊！如果爸爸还在的话，我想说，我从来没有跟爸爸这样讲过。我说爸爸，谢谢你，我爱你。我们好奇是，你怎么从浪子变成音乐人呐？就是踏出感化院的时候，嗯，然后，那个时候姐姐刚刚好，橄榄树啊，然后这个拿到了这个香港10大金曲啊，然后，好像有一笔奖金吧，8000块全部拿出来买了一把雅马哈的吉他，送给我。那个年代8000块的吉他非常的好。对呀。 而这把吉他就造就了现在这匹狼成为音乐之狼哎！还是要向姐姐深一鞠躬。好了，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原唱歌神齐秦就位。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怀念。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等难以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啊，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等待你的归期。太疯狂了！哇，又疯狂又疑惑又迷离。现在这种感受，我知道现场100位猜评团的成员都有。不过，根据你自己的判断。 给一个答案来了，到了我们现场100位猜评团成员进行投票的时刻，请拿出投票器投给你认为是齐秦声音的那个号码。投票开始，我们的小哥到底在哪个门背后呢？1号、2号、3号、4号、5号、6号是几号？根据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选择。这一轮票数最低的那一位将会直接离开舞台，没有登台的机会。3、2、1。 投票结束。第一次100位猜评团感觉要打起来了。我们来问一下太太雅雅，有压力吧？猜老公啊！天哪，老公第一轮猜错，回去只能睡地板啊。我第一次这个1到6傻傻分不清楚，然后这个听得我。 冒冷汗，然后，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要应该，你要肯定。糟糕了，糟糕了，糟糕了！不要。我觉得2和3分2个老公。2和3。最后你选了谁？我知道你投票很有压力。哎呦哎呦！最后你挑了哪一个老公？对呀，不要犹豫。2号还是3号老公？2号。 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小哥的太太雅雅选择的是2号，她认为2号门背后就是我的老公。我觉得刚刚小哥发声是为了要挽救他的婚姻。来问一下姐姐，因为我跟国伦商量嘛，我想他的耳朵应该是蛮厉害的。他说是2号或5号。但是很奇怪啊，青姐姐居然跟国伦老师来商量小哥在哪里？哎，我弟弟在哪里？你告诉我。哎，这个不一样的，就是就算你再觉得很确认了，可是当你有这样子的氛围，然后旁边会有很多的耳语，每个人有不同的判断，你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所以姐姐最终选择的是。 我刚才选的是2号。2号，嗯，好的，静姐，我就选2号啊。你选的2号，因为我受到大家的影响，都在说2号。但确实，因为你知道什么，我不得不猜2号吗？哎，我听到5、6号的时候，前面1、2、3、4我都忘了。宁静妹妹，哎，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啊！是的呀，你看，你看，要有信心，这代表什么呢？对呀，要有信心啊！哎，哎呦，厉害！不要乱猜哦！哎哎。 你看这个太太、姐姐、静姐，全世界都没有猜中，待会儿会很尴尬的。哎呦，不会吧？结果到底如何？小哥是不是在2号门或3号门，或者在其他门？结果到底会如何？马上来揭晓。我们1号门到6号门同时出票，票数最低的那一位直接离开舞台。1号门到6号门，请出票。 票数最低的那一位是1号门3票，直接离开舞台。我们先把掌声送给1号门这一位，谢谢你的参与。哇，3号很高哎，3号这么高，我们来看一看，全场最高票的是3号门，3号门高达37票，但是刚才大家看到了，家属团全部投的是2号。 万一小哥在3号，尴尬了，老公和弟弟都选错了，是在哪里？小哥，让我们有请原唱歌神齐秦出场，在几号门？几号门？他在，还是1号门已经离开了。 险过一关，险过一关，真担心，太担心了，没有让我失望，没有失望，对，雅雅真的是差一点让我哈，不是我晚上啊，要睡地板呢，我等一下马上先回去了，姐姐把地板擦干净，姐姐也是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动摇的感觉，真的是。 其实你唱歌会有的时候尾音，在大家听，就他唱完以后，在下一句之前，他会有一些小小的声音，是吗？嗯，有时候算提示了啊。但是小哥，我要跟你说一件恐怖的事。恐怖的事。虽然我们大家都很惊险猜对，对，但是真的有一个人票数已经超过你了。对啊，3号。你看他。哦，我们来看一下3号，3号的票数37票，小哥本人的票数31票。 你遇到了一位可以威胁到你的人，没错，但只是这首歌而已，只是这首歌。对，我们来看看下一轮，好不好？好的，来，我们马上来看看第2轮的竞演曲目是。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知道。好，这首歌呢，告诉大家，才子作词作曲就是齐秦本人，收录在87年《大约在冬季》专辑当中。而且告诉大家，这一首歌是1988年获得了10大中文金曲奖。跟我们来聊聊这首歌对你人生当中的意义吧，然后创作时候的灵感。因为我以前早期我喜欢阅读一些新诗，像姐姐跟李泰祥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有三毛啊、罗门，罗青啊，余光中没有，唯独的是余光中没有。我喜欢余光中的新诗啊，然后他们的新诗我都会阅读，然后先看那个名字啊，乡愁四韵啊，什么什么啊，都是很有感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习惯性我会先定个名字，我觉得哎，大约在冬季听起来。 蛮诗情画意的，大约好像一个没有定数啊，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啊？那个感觉还不错。所以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想着谁？漂亮，这问你问得好。想着谁写出来的？哦，就当时肯定有女朋友嘛，对吧？哪一任？哪一任？没有，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名字先定下来。哎，啊，然后呢，我觉得哎，这样这首歌如果写出来，应该会是一个有感觉的歌。 然后那时候我习惯性在家里，因为我家里那时候租的房子，那时候是刚刚出道嘛，然后女朋友也刚好回来啊，她刚好在那边睡午觉，我就在那边自己在一个 keyboard 上键盘上。不要再讲下去了。不要讲，我们想要了解清楚，心里在磨刀啊，就是然后她就在那边啊，然后就写，然后哎，这个和弦不错啊，然后就自己试着唱啊。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轻轻的啊，怎么啊？然后开始找旋律，一句的这样子出来，就是说大家都有别离的时候，啊，然后会想念，对吧？然后，在冬季比较萧瑟的时候，一种凄美的感觉啊，所以其实蛮流畅的就写完了，15分钟。这个歌很有感觉的。 大约在冬季，觉得好悲伤啊！这个冬季到底是哪一年呢？是明年还是后年呢？就是会看到他们老唱这首歌，会是有一种悲伤的情绪在里面。主要是因为当时跟女朋友，就是她在香港，我在台湾，哦，不能够经常的在一块儿。然后我在唱歌，她是在拍戏，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经常聚首，所以呢就是可能杜撰吧，杜撰一个这样的状况。 然后呢，就是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在什么时候呢？啊，应该是一个下雨天，应该是一个冬季啊，然后这个很枯槁的感觉，然后很悲伤啊，很想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10几年我一直黏着你，所以你一直没写歌是吧？那我现在先走一个，你写一个。雅雅，你真的这刀补的太好了。我还有很多别的歌，你忘了吗？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黏在你们身边，你们写不出歌来是吧？我们就是要跟你们分异地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消失一下，我们就消失。你们写歌，你们慢慢写啊，是不是？我觉得乃馨，如果你现在走了，我会写出一首歌叫《一直在冬眠》。好，所以接下来小哥，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经典了 ，OK？ 要加油哦！加油，加油！竖起耳朵听。有请我们的原唱歌神齐秦就位。谁是大歌神？竖起耳朵听。第2轮竞演开始。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住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好了，现场到了我们100位猜谜团成员进行投票的时刻了，请拿出你们投票器，投给你认为是齐秦声音的那个号码，请投票。第1轮的时候，我们的小哥并没有拿到第1名，因为100票里面有37票认为其中一位魔唱歌手就是小哥本人，这一轮小哥是否会拿到最高票呢？3、2、1，投票结束。依然，我们来问一下太太雅雅。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1号还挺像的。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但是后来再仔细一听，他其实非常像小哥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嗓音，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嗓音。你是说我老了吗？我老了吗？老了吗？然后后来听到后面的几位，我觉得3号，因为更多现在的这个烟嗓。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姐姐。 姐姐在摇头什么意思？我刚才不应该透露那个小秘密啊，叫她后面那个唱完以后会有一个小的声音，她现在真的把那个声音收起来了，她拿掉了。3号跟5号，我是觉得比较接近，的确3号有点烟嗓，可是我这次选择5号哎，5号哎。哎呦！ 哇，亲姐姐和小哥的太太选择的是2个人。要不是有人找不到老公，就是有人忘记了弟弟，对吧？好，静姐。真的3号蛮像的，我也特别想选3号，但是我最后我选的是5号，就是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就觉得是5号。好，来，欣姐。我。 5号，嗯，我非常有信心。5号，老婆，我跟你讲，真的是5号，老婆真的。我告诉你，1号不可能，2号也不可能，绝对不是5号。哎呦，你要跟我赌什么？分开啊，分开啊！你到底是有多想跟我分开啊？你今天一直拿跟我分开，拿来都要赌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是，我跟你讲，老婆，因为我不会错，你要相信我。 我不会做，每一个人唱的是想学小哥，只有小哥唱在歌里面的故事的悲凉感。哪1号、啊？那个人就是3号。反正你们俩答案不一样嘛，对不对？一个是5号，一个是3号嘛。分开，如果错就分开。但结果只有一个，到底怎样？接下来我们会放这首歌的下半部分，音乐响起以后。 门会逐个打开。5号，然后各位就会知道你们的答案是否是正确的。谁是大歌神？竖起耳朵听第2轮竞演，继续。轻轻的，我将离开你，紧将眼角的泪拭去，我将离开你。 即将眼角的泪失去，好像你。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 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再一次掌声响起，送给我们的魔唱歌手，都是非常优秀啊，一度迷惑了大家的耳朵。哎呦，几家欢喜几家愁啊！5号，我就是被你害的。乃馨，我猜对你好像没有很高兴，是不是？因为我猜错了啊，可是我不高兴啊。姐姐猜错了。 我就是说没有想到姐姐会猜错。哎呀，亲姐姐、齐豫姐，你猜的是5号吗？所以我就不应该透露那个小技巧。哦，我知道，你认小哥就是后面的小声音，对不对？就是他自己也跟我讲过嘛，他唱歌有一些习惯，他很喜欢那个大头小身体，对不对？他第一个声音出来就轰一下就会。像我们是这样，嗯，还可以这样下去。他是哦，你跟我这样，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故意收。当然，那个沙哑的声音，我觉得有一点像。 但是我想问一下小哥，你现在的心情，因为你看这个亲姐姐并没有猜对嘛，你会不会打击到后面几轮的信心？不会，我觉得就是这样，我就有点信心，就是连我姐姐都没有猜对，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后面还可以稍微再装一下哦，但不能玩太大，不能像宇哥这样，对吧？那个票数还没有出来，你这么自信，小心点啊你！啊票数都已经投完了，但是从刚才那个看到，就是我们的姐姐齐豫都没有猜中，可以说明我们几位魔唱歌手实力真的很棒。对，因为第一轮有一位票数比小哥还高6票，37票，那一轮小哥是31票，哪一位点点头好不好？37票那位谁？哦，那好像哦，他好像哦，所以这是一个威胁。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一轮的结果，我们的小哥会不会在这一轮 重回巅峰，拿到第1名呢？有请各位回到竞演门前，9位。哇，哦，紧张，这个有点紧张。首先，我们先来公布一下4号门，先来看看4号门这一位魔唱歌手，他会获得几票呢？4号门，请出票。票数是17票。哦 在这一轮当中的平均值是20票，低于平均值，所以这是一个危险的票数。接下来我们来看2号门，2号这位魔唱歌手会获得的票数是，请出票。27票，哇，那很高哎，高于平均值，这是一个安全的票数。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 在第一轮拿到最高票的37票这一位，也就是1号门所在的这位魔唱歌手，他在第二轮会获得多少票呢？1号门，请出票。啊！哇！这一轮只有13票，目前的最低票，票数很危险，40，剩下43票。哇！ 有点吓人哦！当然要告诉大家，现在小哥的票还没有出，也有可能小哥他会是最低票被淘汰。结果马上揭晓，我们3号门小哥所在的位置和5号门这位魔唱歌手，2扇门同时出票。3号门、5号门，请出票。小哥的命运是，小哥37票。 这一轮被淘汰的是5号，6票。欢迎来到我们谁是大歌神，撕下名牌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北方狼，齐秦，我的名字叫做王鹏，我来自深圳。哦，欢迎你，王鹏。为什么是北方狼齐秦？我其实是一个北方人，去南方以后，觉得自己。 就是工作特别的辛苦，特别的不容易。然后也有一段时间确实想放弃了，想放弃以后，有一天我就自己孤身一人走在海边，然后就特别孤独无助吧。然后看着茫茫大海，突然之间的脑海中一下子就想起了小哥的这一首《狼》啊，尤其第一句歌词写的特别好，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因为我是一个北方人。 我觉得我应该像狼一样，坚定自己的信念，不抛弃，不放弃。是，谢谢。是小哥的这首歌，给了我力量，让我一直的坚持着下去，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南方，还在南方工作。我是初一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小哥的《大约在冬季》，还有就小哥酷酷的造型，长头发，还有穿着皮裤、穿着皮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小哥太帅了，他是我的偶像，我要向他学习。那个时候呢，我就留了长发，穿着皮裤。今天没穿。小哥，这个我一定要跟您说一下，为什么现在没穿呢？ 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深圳天气太热了，捂住被子来。深圳天气太热了，我这个也是，这皮裤就穿不了了。然后，我也想借此机会想问小哥一下，就是因为您在台北生活嘛，台北可能比深圳还热，对吧？差不多，差不多。但是您的这个是在哪儿能买到不热的皮裤？那我觉得皮裤、长发这只是一个标志，只是一个随时可以替换的东西。但是内心的东西，我觉得不可能被替换，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我觉得，谢谢王鹏，请继续加油和坚持下去，好吗？掌声送给他，谢谢。看看第三轮的竞演歌曲是。 这首歌呢是小哥翻唱邓丽君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99年专辑《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当中。这首歌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翻唱过，并且出过专辑。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小哥？当时这张唱片呢是像，因为那个时候是快要2000年了，快要到21世纪，所以那个时候想在这个世纪要结束之前，我对于我就是20世纪的这些歌手，包括崔健、罗大佑啊，大佑哥啊，包括李宗盛啊。 包括像是邓丽君等等等等这些，对于华语乐坛有贡献的歌手，我想就是每一个人都唱一首他们的歌，然后我向他们致敬啊，我喜欢他们的东西啊，然后我就选了邓丽君这首歌。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又可以来感受这首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原唱歌神齐秦，就位。 现在到了我们全场100位猜谜团成员进行投票的时刻，请拿出你们的投票器，投给你认为是齐秦声音的那个号码，投票开始。3、2、1，投票结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 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 的心。再次掌声响起，送给这首经典的歌曲，也要谢谢他们的演绎。到了开门的一瞬间，我发现大家都沉浸在音乐本身当中，大家都挥起手啊，鼓着掌啊，一起沉浸在当中，而且一起在合唱。但是有一个人脸色一直很难看，特别是当1号门打开以后，他整个人木掉了。国仁老师，你的选择是几号？我好难过。几号？几号？我选2号。2号。姐姐猜几号啊？ 我不想说，我猜几号？哎呀，说一下啦！我不要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猜。宁静错了，那你是几号？宁静姐，你选择的是我，你知道吧？哎，我不知道啊。几号啊？你选的是几号？5号是吧？对，4号是吧？还有来，老师说4号呀。对，真的很难过的就是我听完1号以后，我就完全。 不考虑，对，根本没有考虑。那个玉姐，我跟姐姐一模一样。对，因为我今天你跟我也一模一样。我听完1号我就说，那我要赶回去看电视，我看我到底唱的什么样。我说，不可能是1号。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各位，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的希望，老婆还在呢。hold 住全场，告诉她。 你猜对没有？老婆走的最早。哇！你也没有猜吗？等一下，我回去我自己把那个被褥拿到地上去。你猜几？我猜4号。全军覆没，大家都太像了。我们后面的1号有猜对的吗？当然是1号啊！你看，真不多，你看。 小哥不是小哥唱的太不像小哥，是我们的模唱歌手唱的太像了。小哥真的会被淘汰吗？因为在第1排最亲的人当中都没有人选择他，所以小哥真的有可能会在这一轮止步于此。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结果到底如何。有请各位回到竞演门前就位。这一轮真的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3号门。3号这位魔唱歌手，他会获得100票当中的多少票呢？票数最低的将会离开我们的舞台。3号门，请出票。 24票，哦，接近平均值，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票数。接下来，我们要看4号，4号会获得多少票呢？4号门，请出票。哇，37票。 这一轮会是最高票吗？大家看一看，3号门和4号门加起来已经达到了61票，不会只剩下39票。但是39票，两个人呢是1号门的齐秦和2号，而且告诉大家，我们的2号在第一轮的时候曾经拿过37票，第二轮的时候齐秦拿到37票。 但是在第3轮的时候，两个人只能分39票。结果马上揭晓，1号门、2号门，请出票。要离开舞台的是格桑泉幸福水，谁是大歌神？由西藏好水5100格桑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深透补水澎湃保湿自然堂冰肌水特约播出。好水养人，一生相伴。本栏目由5100家庭装软瓶水赞助。可能两位当中，有一位就要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我想问一下，小哥，现在你的心情？我们两个分39票。 对吧？对，我觉得他蛮可怕的，因为他之前都是分数蛮高的。哦，我觉得没有底气耶，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们全部猜错，全军覆没。叫我来帮他访问一下老婆雅雅，以你对你老公了解，万一待会儿他真的出了什么不太好的这个状况，他会怎样？他应该会。 默默离开，不会。我觉得我回家应该不好受。小哥现在自己，我觉得他也有点乱了。小哥，最后你有什么话要说？因为很有可能你说完这段话，我们的节目就录制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我觉得就是，我已经尽力了，虽败犹荣，但是呢。 我不相信你们会猜错，还要给我一点机会，好不好？小哥加油！结果到底如何？1号门、2号门，请出票。要离开舞台的是2号门15票，小哥24票。 小哥兴奋了，没有淘汰。来，有请我们的2号门和我们的小哥，谢谢其他2位，请到进演门后准备下一轮。我教你，现在赶快上去给他一个拥抱，这样回家日子会比较好过，快！真的。我的音色你们真的听不出来。对。啊，我的音色听不出来，听得出来，我的咬字听不出来，应该很简单。你问我爱你，听不出来。啊？这哎，刚才真的是一定要回去看 replay。真的。 很可惜的是，我们在第一轮拿到过第1名的这一位2号魔唱歌手，在这一轮被淘汰。来，撕下名牌，介绍自己。哎，大家好，我是雅口齐秦，我叫廖伟生，我是台北人，我今年46岁。哦，欢迎我们来自台湾的同胞。你好，为什么叫雅口齐秦？ 雅口这首歌呢，它在小歌里的所有的歌曲里面，可能是属于比较小众的，但是非常好听的。那我曾经呢跟同学在18、19岁的时候，我们就跟同学一起骑着摩托车，骑上阳明山呢。 然后在阳明山，对，在阳明山上，它那个有个地方，它就是垭口。我们跟同学就是一排的摩托车停在那路边，就对着那个垭口，然后就唱着那一首。凉风交汇的垭口是风的故乡，每当月落在大地，我独坐，静听风吼。哇！ 感动！当然，我们要把热烈掌声送给我们的廖伟胜，谢谢他。来吧，我们来看第4轮的竞演曲目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 小哥的歌呢，都陪伴了很多人，经历了他们自己的感情上的一些波折，失恋也好，或者成为他们自己人生当中感情里面的爱情宣言。那在小哥的心目当中，我想问的是，人生有哪一些感情的瞬间会真正触碰到你的内心？我在事业上或者是歌唱上也是很 down 的时候，很失落的时候，连5块钱去坐公车都没有那段时间，又加上有一天看报纸。 就是说，他竟然跟别人在一起，看到的时候是那种，就觉得自己的整个是萎缩的啊，好像原来唱过的歌也不在了，好像你知道，男人的那个感觉也不再有了，是那个完全是缩到那种没有信心的感觉，然后觉得说我真的是这么差吗？那段时间应该是最看清楚自己的时候，就是说不再依赖。 感情是我的力量，而是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自己还存不存在？我觉得这个感觉很重要。这一段故事是真正的了结。可是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要写这首《袖手旁观》吗？因为那时候我们看着你，虽然我那时候不认识你，但我真的觉得说，天下有这样的男生吗？为了一段感情这么的痴情，或是这么样的等待，怎么能够度过？所以那一天就坐在钢琴上。 就想着你，就想着你们的故事。我觉得那种旋律其实是一种咏叹，也是一种悲鸣吧。但是我总是觉得，是不是还有希望跟机会？但我必须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难道你在中间，你有没有一直等待，能够重新开始，或是你到什么时候才决定要真的放了它？等待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就是你对于这段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感情，你肯定是会希望能够再继续下去，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想起来，虽然说不能够在一起啊，但是当初的爱早已经升华成为像亲人一样，就像我妹妹一样。当然她现在也虽然说很多年没有互相通电话，但是知道她应该也有一段还不错的感情，最近啊。 那也为他祝福啊！我觉得这有过这样的一个爱的经验，对于我人生的提升，对于我现在对我的太太的这种爱，我觉得是一种磨练啊！我懂得去给我心爱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人生不断学习的过程。大家也有过这么深的一段缘分，然后呢，也曾经这么轰轰烈烈的啊！ 谢谢你。然后我也觉得，咱们年纪都不小了啊，该找一个肩膀去依靠啊虽然说我做不到啊，但是我相信，全世界有更优秀很多的人，可以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呢，赶快成立自己的家庭，加油加油！那一部爱情电影已经落幕了，但是这部爱情电影才刚刚开始。我们祝福这部爱情电影的男主角和女主角永远幸福，好吗？要幸福。 这是我们最后一轮竞演了，所以各位现场100位猜片团成员一定要竖起耳朵听。现在有请我们的原唱歌神齐秦，9位。齐秦声音的那个号码，投票开始。这一轮我们的齐秦在哪里呢？3、2、1，投票结束。没有一粒伤悲。点给。这一轮当开门的时候，我发现大家脸上都写满了幸福，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哥。 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关注的是，到底哪一位模唱歌手可以成为我们的冠军？现在，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撕下名牌，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警令部齐秦，我叫王晨，来自河南永城。哦，为什么叫警令部齐秦？在这边服务。 对，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人民警察。哇哦！谢谢王晨。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位，撕下名牌，介绍自己。我叫外面世界齐秦，我叫罗威，来自四川宜宾的一个美丽的小县哇，平山。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来公布两位的一个结果。 在这个舞台上，其实已经没有遗憾了。每个人拥有自己的青春，但是突然发现，今天各位在自己的青春里面都有小哥的身影，这本身就是一件幸福。好，有请三位回到竞演门前就位。马上要来公布结果了。今天我们票数相对较高的那位模唱歌手将会成为我们这一期的模唱冠军，和我们的原唱歌神齐秦荣耀合唱。 到底票数如何？结果马上揭晓。首先我们要来公布的是2号门，齐秦所在位置的他2号门到底会获得几票呢？会是高票吗？会是这一轮的第一名吗？2号门，请出票。53票，超过了半数。我们先掌声来恭喜我们的原唱歌手齐秦，以绝对优势的票数拿到了这一轮的第一名。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1号门和3号门两位当中有一位是我们的模唱冠军，到底是谁？1号门、3号门，请同时出票。 我们这一期的模唱冠军是3号，44票，恭喜！我们掌声也要送给我们的1号，谢谢。太吓人了！哇，好接近哎！哇，好过分哦！哦，掌声欢送，谢谢您，谢谢您的参与。哇，44票，53票，有请2位。我们更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人民警察王晨，他是我们这一期的模唱冠军。 一起来欣赏王晨和我们的小哥共同演绎的我们这一首《荣耀合唱》。这首歌非常的经典，我相信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在期待，因为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叫什么？狼。没错，它收录于齐秦1985年的《狼》的专辑当中，作词作曲都是齐秦。这首歌是一代的经典，今天经典重现，掌声有请。 格桑泉幸福水，谁是大歌神？由西藏好水5100格桑泉独家冠名播出。模唱达人由独家 K 歌海选平台全民 K 歌选送。好水养人，一生相伴。本栏目由5100家庭装软瓶水赞助。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时已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摇着冷。 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 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摇着冷。 谢谢，再次恭喜我们的魔唱冠军王晨，也要特别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各位嘉宾。更重要的是，用欢呼声和掌声送给我们这一期的原唱歌神齐秦。同时也请关注乐视，在乐视视频上有我们的独家网络播出。感谢各位的收看，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我是陈欢，下周再见。谁是大歌神？竖起耳朵听。 让我们用尖叫声有请周华健。你我不遍地出来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做了这么多期第二排，给我们个新人个机会嘛！欢迎大家登录浙江卫视官网蓝天下、中国蓝 TV 了解节目相关资讯。欢迎登录微博参与“谁是大歌神”话题互动，谁是大歌神等你来评判。感谢网易娱乐、风娱乐、中国新浪网娱乐、新华网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乐视视频、网易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Zacker 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今日头条、橘子娱乐、界面、搜狗搜索、搜狗百科、讯飞输入法、凤凰视频、暴风影、小白秀、酷六网、快手 APP 美拍天翼视讯。华语乐坛大牌歌神降临，掌声有请原唱歌者登场，引发惊喜连连，引爆全场热歌、欢笑、争吵、宋小宝，浪费大家时间，感动，那不像，为什么？因为李宗盛老师应该他那个声音还要沧桑一点，就是他说寂寞难耐的时候没有那么难耐，就是你知道，因为年龄够了，你知道人。